很多人不会练胸，不知道怎么安排胸部训练计划。那么今天这个万金油训练计划就分享给大家，下次训练的时候记得试一下。那最近我都是戴耳机训练啊，一是能够让自己更加专注训练，不被外界干扰；二是啊，听一些节奏感很强的音乐，训练起来啊更加兴奋。那这款 FeelBet 是 Feel 和乐客运动联合推出的一款专门为运动爱好者研发的运动蓝耳机。耳机外观设计啊非常的有意思啊，自带一个可以拆卸的硅胶垫，可以挂在背包上，防止丢失，也可以把它装在兜里啊，非常方便。准备就绪，开始训练。我平时喜欢听说唱或者是重金属这种节奏感很强的这个音乐啊，低音部分表现很惊艳，关键是啊，它针对运动人群做了很多用心的设计。之前戴那种有塞的耳机啊，将近2个小时的训练下来啊，加上出汗，耳朵很容易发痒。但是这款是半入耳式啊，又没有耳机管的造型，佩戴就很轻便舒适，能够很好的这个贴合耳廓，长时间佩戴啊也不会觉得撑耳朵或者耳朵痒，而且啊戴起来挺稳的，即使我躺着做这个推胸或者是卷腹的这类动作，耳机也不会松动和掉下来。耳机表面还增加了这个抗菌涂层，最高达到98.3%的这个抗菌率。练完了，胸大肌很疼很胀，但是啊，一个专注不被打扰的训练啊，真的非常享受。